迷你吃鸡，大蓝姐姐空投的游戏可以输，空投必须捡。哇塞，竟然是有100发子弹的大菠萝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哎，竟然还有没降落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可恶，就差一点点。有了，奶糖大帅哥，别开枪，自己人自己人。看在你说实话的份上，我就勉强放过你吧。不行，耽搁了这么多时间，装备都没有收集，接下来要改变策略了。鱼锁发育，狗分。哎，发现了一个医疗包，天助我也呀！狗分最不能少的就是医疗包了。嗯，臭奶糖，等你很久了，给我狗带吧你。啊，我怎么没了？糯米，你是来碰瓷的吧你？还好我离得远，要不然就要被讹了。哎，这里竟然还有空投。哇塞，里面竟然是 AWM，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现在我有两把空投神器了，哈哈，这要是不吃鸡，天理难容啊！不好，有脚步，是奶茶，不行，我现在开枪会吸引很多人过来。我们的目标是吃鸡，冷一时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嘿嘿，我可以去升级枪械了。想要升级 AWM 裁决，还需要 VIP 卡和三个牛油红包，这个好像需要击败年兽才能获得，趁现在没有人，年兽凑十吧。不是吧，这都没有狗带，这年兽也太厉害了。还得是我 AWM 啊，一枪毙命，就差两个红包了。哈哈，对话成功。哇塞，这把 AWM 裁决太帅了吧，马上就要带决赛圈了。吃鸡现在对我来说不是简简单单吗？是小奶瓶，不行，我现在位置不错，不能被他们发现。先让他们来个鹬蚌相争，然后我们再来渔翁得利。他起来了，奶瓶被奶茶打成了残血，奶瓶加油啊！啊，可恶，我就差一下就打败奶茶了。哎，奶茶好像被布丁偷袭了，接下来就该我上场表演了。扯布丁，给我狗带吧。啊，可恶，臭奶糖，你搞偷袭不讲武德。嘿嘿，布丁，我这叫策略，不会吹灰之力就狗进了决赛圈，还剩下两个人，我得小心谨慎。妈呀，最后一个圈竟然是年兽区域。嗯，浩夫，我已经发现你了。那又怎么样，我们可是两个人。什么？哈哈，臭奶糖，没想到吧，我和浩夫组队了。哼，你还是认输吧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，不到最后一个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奶糖就一滴血啦！臭奶糖，我怎么打不到你？那是因为你子弹都打在栏杆上了。可恶，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！嘿嘿，泡芙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第一是我奶糖的了。